2024哪期行尸走肉存活之人，我们的主角瑞克终于回来了。这些年瑞克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他想过要用剃须刀自尽，了此残生，可想到刀米和孩子却始终下不了手。瑞克挥舞着大斧头出现在一片树海中，旁边还有一帮幸存者，任务嘛，就是清理树林里燃烧的丧尸，也是他们获得三环国公民身份的唯一途径。每个人手上都别致地带着镣铐，另一端拴着一位全副武装的三环士兵，他们就像是被绳子牵着的猎犬。瑞克冲在前头，丧尸一个接一个在他的斧头下倒下，一直到绳子拉到最长的时候，瑞克假装摔了一跤，悄悄把斧头放在火上炙烤，然后他把左臂绑起来，毅然决定劈掉左手逃向树海深处。暂缓士兵察觉到不对劲，开始追击，瑞克巧妙地利用火焰丧尸拦截追兵，可左手血流不止，瑞克斩杀了火焰丧尸，用左手深入其中，利用高温止血。不过身后的三环士兵已经赶到，瑞克想逃已经太迟。这一切要从当年大桥爆炸说起。瑞克没想到自己竟然从爆炸中存活下来，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家极为隐秘的军队医院里，这支上千人的队伍竟在城市里筑起高墙，让幸存者当清洁工，杀丧尸换取水和食物。瑞克也是这些被戏称为清洁工的幸存者之一，逃跑计划破产后被奥卡夫中校救下，成为他手下的清洁工。奥卡夫提醒他面对现实，对于他这样的人已经无处可逃，并在宿舍给瑞克留下一套制服，让他加入自己的队伍。瑞克的心中依然盘算着再次逃走，加入了部队也许机会更多，于是他加入奥卡夫的军队开始了训练。和他一起训练的还有另一位女清洁工佐恩。暂缓共和国的军队武力强大，直升机、无人机应有尽有。经过长达一年的训练，一次执行任务后，奥卡夫突然叫住瑞克和索恩，说出了招募两人的真正目的。他需要的不是骁勇善战的士兵，而是要两人成为部队的指挥官。瑞克对此感到疑惑，毕竟他是个逃了一次又被抓回来的家伙，竟然还有机会当官。奥卡夫却笑着说，他身边的索恩可是刺杀过他的。奥卡夫认为在这个末世里真正的自由不存在，他接触的幸存者分为两类，一类是有头脑有实力的领导者，另一类是只想着生存的普通人。他对现在的三环规则不认同，需要强大的盟友帮助他成为三环的领导人，改变一切。奥卡夫相信两人中的任何一个都会像他一样，如果有机会拯救世界会毫不犹豫。有一天，三环部队的最高指挥官第二少校找到了瑞克，说起全球另两的幸存者聚集地波特兰和奥马哈，这两的一直高调收人，而三环则一直隐藏实力。原来曾有联邦军队用凝固汽油弹轰炸亚特兰大，但被三环阻止。比尔告诉他，奥卡夫其实是当年轰炸城市的指挥官之一，但没有执行命令，反而轰炸了联邦军队。瑞克被告知他这样的人其实是不会被允许加入军队的，但奥卡夫为他们两人担保。比尔其实对瑞克愿意留在这里充满怀疑，不排除这只是他的另一次逃亡。最后比尔试探从瑞克口中掏出奥卡夫在暗中搞什么小动作，但瑞克还是演技在线。他知道三环军队也有着自己的秘密，就像眼前这座城市似乎隐藏着无尽的秘密，三环为了保护他们不惜一切代价。但瑞克唯一在意的是回到家人身边，他年复一年的执行任务，实际上却悄悄进行着逃跑计划。他从水务经理的屋子里得知了下次任务的下水道出口密码，在执行任务时他找到一个死去的丧尸，砍断了他的左手，把名牌和随身物品放在丧尸身上，然后潜入下水道准备蒸手雷毁尸灭迹。然而意外发生了，两个丧尸突然袭击了他。虽然瑞克迅速解决了他们，但一个女孩看到了他半个身体已经探进下水道。为了救她，瑞克被迫放弃了逃跑计划。搭档索恩早就看到了一切，女孩正是他们这次营救的目标。瑞克请求她让自己回到家人身边，但索恩说即使她逃回去，奥卡夫也会再次找到她，导致身边的人遭到伤害。夜晚瑞克悄悄潜入奥卡夫的房间，想迫使对方放自己离开，但却轻易被奥卡夫反制，并得知对方了解了他的所有过去，包括刀女和女儿。原来奥卡夫的妻子就在他炸死的那些军人中，为了拯救费城更多的幸存者，他杀死了他和另外4000个军人。奥卡夫并没有杀瑞克，而是告知他留在这里为家人而战，只有掌握权力才能救更多的人。
随着时间推移，瑞克慢慢接受了这样的生活。然后有一天，他们开着直升机执行任务，突然遭到袭击。奥卡福中校被一发炸弹击中胸口，直接被炸成了碎片。直升机在爆炸中坠毁在森林中。瑞克和其他幸存者立即穿戴好装备逃出，却纷纷被飞弹炸翻在地。袭击者杀死了瑞克的同伴后，来到他的面前，脱下面罩后，惊讶地后退了一步，原来是他的心上人刀米。两人都没想到在这种情况下会重逢。